欠他的分数还给他，爱神，我给你十分。这是我跟乃馨昨天连夜做的。我说，爱神，你的歌声十分深情，你的创作十分动听。你的笑声十分爽朗，你的笑话十分的冷，你的爱心十分炙热，你的人生十分精彩。爱晨，我们十分怀念你。爱晨至少有三次跟我说，国伦老师，我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超偶不会拿到总冠军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有两次给我十分。我说真的，我给那么高哦。然后他说谢谢你给我十分，给我两次十分。然后他说国伦老师，就是你保我，然后服琼英才没有办法拿到冠军。我说天哪，我真的给你那么高，然后我就真的相信了。最近爱晨的影片在网络上到处都是，有一集我看到总冠军赛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看到了我给的分数，我两次只给九分，我没有给十分。可是这就是爱晨，你给他九分，他觉得他拿到十分，你给他一点点的好，他觉得你给他很好，这就是爱晨。爱晨总是给你超乎想象的回应，爱晨总是给你加倍的回应，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。爱晨老师，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应该给你九分的，但是我也不能对不起福琼英，我应该给你十分的。所以爱晨的爸爸妈妈，我昨天跟乃馨连夜做了一件事情，乃馨送来，来，乃馨来这边，身为超级偶像他的导师，我要把爱晨我欠他的分数还给他。爱晨，我给你十分。这是我跟乃馨昨天连夜做的。我说，爱晨，你的歌声十分深情，你的创作十分动听，你的笑声十分爽朗，你的笑话十分的冷，你的爱心十分炙热，你的人生十分精彩。爱晨，我们十分怀念你。我想，而且我们有昨天晚上我们做的牌子做了很久，然后虽然有点丑，但是我们有努力，然后我们又签上了名字，给我们心中永远的爱晨冠军。那个我们想给爸爸妈妈，这个是爱晨应得的十分。那个爸爸妈妈，这个是我欠他的分数，也是超级偶像对他最终的评价，他是十分的歌手，他是满分的冠军。然后我跟乃馨也给你一张卡片，我知道爱晨最放不心不下就是你们，然后还有我跟乃馨对爱晨的一点奉献感恩的心意。我相信爱晨的目标就是继续传福音，带人信耶稣。阿们，我们要继续完成他的遗志。阿们。
谢。我要邀请超的同学们来怀念爱城，邀请傅琼英、张明娟、廖志良还有林英伟。Thank you.